事情已经办妥了。死的这个人呐，叫严东升，他是多聪明啊，他主谋啊，由咱们这个大英雄刘金喜给这小子归了案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一个手无寸铁的凿子工人，咋个打死一个习武多年的严东升？当时你是咋个抱严东升的？刘金喜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